在墙上贴满了我爸偷拍的照片，将稿清除他和我爸的车祸有什么关系？蒋叔，我爸怎么样了？命是黄蓉的，但是车祸很严重，还有件东西，我觉得很有必要交给你，这是在你父亲胃里发现的。他是有名字的大小姐许西西。 你不好奇我为什么来这儿吗？不需要。